我制片了，真的。想请问一下制片，这部片刚刚那个场地是怎么接的？叫他们用手机拍啊，不要从车上拿一堆器材下来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发现了。像这种场地就是要规模够大，才有钱可以跟他们租啊。像我们这种小不拉几的，我们就只好拿手机拍得像 IG 影片一样，这样他们就不会靠咬我们了。所以是说你没有接这个？其实我没有接。姚总，太厉害了！哇，哇，还有水，姚总，还有水。好，我们直接下一刻好不好？哑巴是水喝。喝到嘴巴满了之后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喊 action 之后，我要你非常愤怒的吐出来，对向镜头。这个要让镜头就是捕捉到你那个愤怒的表情，然后观众才有那种震撼感。好 ，OK， 这颗非常重要，好不好？把握一下，来喝，快，帮我带一个特写。那我要拍他全身的那个发抖的那种感觉。所以你要特写还是全身？我要特写，我要拍他全身的那个感觉，好不好？好，好 ，hold 住来哦，准备哦，好来哦，走 ，OK， 三、二。Action！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拍用手机拍的一个原因。那你想象那时候拍《惊魂记》，就你看过吗？没有，你应该没看过。你知道那拍《惊魂记》多麻烦吗？就是它那个镜头。但现在就是科技发达之后，拓展我们很多拍片的方式，所以让一切都变得非常简单。好看，看。Playback， 看 Playback， 来，不行啊，手机坏。现在还有人手机吗？你有手机吗？又不是 iPhone。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，导演他想要的东西，我觉得我自己抓不到。但我觉得导演会用一些很特殊的方式，要在 Y shot 里面，然后 找到特写。我觉得这点就很帮助到我。大家会举啊，就是。小丑啊，希望小丑那样的感觉。我刚刚觉得我差一点被角色带走，但是因为 我表演老师教我怎么去角，所以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说是还好。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有做到了，对。OK， 你确定你要拍吗？等一下要打马赛克。真的很血腥，我先不要拍好了，我拍一下好了，啊一下就好了。可以解释一下是怎么做的吗？怎么做啊？你不会是用真的老鼠吧？当然不行啊！你知道现在杀生多少人会抗议吗？根本就没有人会去看你的片。虽然说这个片也没什么好看，但是这导演会看。剪掉那一部分可以吗？好，那对，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做的。就是你看到现在的这个皮嘛，都是肉兔的皮，因为等一下有一个老鼠要被压爆的镜头，所以需要一些内脏。爆出来的那些血腥的画面，所以我就去找了那个鸡汤，然后血就用番茄酱。那你这样不是也是杀生的一种吗？不是我杀的、啊，是人家杀的、啊，可以吗？还是我在听。你觉得会有人想看这部片吗？去年金玉首奖你看过吗？我是没有看过了，没有看不是重点了，重点是他能够在那个当下被时间留住，那才是重点。那要怎样才能被时间留住？OK， 当你拍出一个人非常迷惘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再他真的迷惘到不能再迷惘的时候。他面对他生命的这些冲突，他也完全无解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当下的这个情绪，把问题丢给观众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那你要怎样做到最后当下的情绪？你不信吗？我不信啊，大家都不信啊。阿总，这样。我现在要演一遍四百集。好了，我们去拍片了啦，你还没拍完，我们准备。好来哦，走。
备，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好看，看 ，Playback。